行政院长苏贞昌是甲炮火上尊韩国瑜，讲伊做市长无几工，就请假三个月，违背对高雄市民的承诺。啊，有风声，讲苏贞昌真有可能嘛是蔡总统考虑的副手的人选。不过苏贞昌是无正面来回应。总这阵还未结束，行政院长苏贞昌依照惯例，拜二拜五拢爱到立法院报道，要将院长这个职务做好。同时批评韩国瑜，才当市长没几天就要请假三个月，违背了对高雄市民的承诺，却跑到其他县市说要救台湾，这逻辑说得通吗？你还要再上当吗？自从接行政院长以来，因为政绩未歹，好在苏贞昌阁被点名是总统蔡英文副手的人选，不过有职务在身是一个大难题。蔡赖佩应该要尊重蔡总统，但我看时间还早。你觉得氛围浓烈吗？现在氛围是，立法院要咨询我了。被点名做副手的，不拿苏贞昌，立法院长苏家全同款有职务在身，和民进党这两位大人物，拢难以说服外界。顶多是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，伊即马无甚物职务，伫美国演讲，听讲准备要讲家己伫选战中的决心。这是一个合作的开始，那我们期待未来会有好的结果出来。民进党有上强的家母带头，就是蔡英文，所来副手会是甚物人？答案真紧就会知影。